47个人违反港区国安法，反对各个被告保释。我会确保港台编辑自主。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香港人珍重。石墙花正式宣布结束解散，支联会进入解散的程序，完善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制度，落实爱国者治港。道门打开了，你出不出去呀？2021年，香港人继续要戴住口罩生活。在国安法和疫情之下，除了每日都要适应新常态，这一年你和我人同事都可能曾经坚持过，但有很多事最终都是要接受。这一年有些活动搞得有些活动就点都不得。警方今年再以疫情为由禁止维园六四集会，是32年来维园首次没有六四烛光。警方经过风险评估之后，其实是认为这个公众集会和公众游行是属于人多聚集的公民活动。在我们穷尽行政法律的途径的情况之下，支联会只能够无可奈何向公众表示抱歉。任何人不应该参加未经批准的集结，否则是违法。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六四朝早被警方拘捕。六月四号的时候，自己用自己的方法继续公开悼念六四，这个悼念本身就是一种抗争。我们相信有灯就有人，我们每一张每一个街站每一张单张都是想告诉大家知道，很多东西继续值得坚持，很多东西继续是值得我们去守护。今年已經是沒有了那種那種發言的狀態，反而那種責任會覺得更大，所以如果沒有是會是一個人很可惜的事情，好像是我們人生一個每年一個很重要的日子來的。周幸彤兩日後獲准保釋，七一前夕再度被捕。今年亦都是民阵自2003年起首次不举办七一游行，其他团体接力申请，但都不获批。起来，不怨风落地的眼泪，把我们的血肉铸成我。在维护国家安全的同时，市民继续依法享有言论、新闻、集会、示威等自由。他压紧另外一班声音，他不让他讲嘢，咁自然梗系冇人讲嘢啦。冇人讲嘢，佢咪觉得安全咗？但系唔代表呢种声音系真系会消失咯。唔需要次次系要用放弃我哋嘅言论自由嚟换取保释权，我都唔会奢望话可以永远咁今日行得出嚟就可以永远咁去逃脱牢狱。可能我自己有自由嘅时间，都是两个几三个几月去好好准备打一场关乎民治狱、关乎六四记忆的法庭战。我绝对不会认罪。同一时间，一夜失去的还有一些代表自由价值的事物和公民组织。不知道，不清楚。
結束一黨專政，就等於推翻憲法所定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根本制度。我哋第一唔係外國代理人，佢唔可以話合理相信我哋係就叫我哋做嘢嘅。但係任何人如果係公然公開話佢一定係唔會依守依句法律咧，我覺得佢唔可以稱自己為一個公民社會嘅組織嚇。支聯會多個常委拒絕向警方國安處提供資料被捕，兩星期後支聯會解散。支聯會過去32年嚟嘅工作，我哋好相信係獲得香港人嘅支持。當然好可惜，但係正如我哋頭先所講，我哋好相信呢啲嘅信念係植根喺每一個香港人嘅心裏邊。人在，希望就在。公民組織一個又一個瓦解。至今我哋睇唔到前景，而且难以继续我哋嘅目标去实践。我哋宣布教协解散。但我知道，司徒华先生都俾咗好多嘅心血落去，超过半世纪，所以系唔舍得咯。其实系。我呢度特别想同属会。和香港人說聲對不住，我們職工們撐不下去了，太多片段，即是那種你不會見到那種人與人之間那種親密程度、緊密程度，是即是情與手足的程度，在其他組織是這麼容易見到。職工盟是對整個香港的公運的理念和概念是天翻地覆的。正式命令做6.12人道支援基金。在變幻不可測的政治環境裏面，我們亦都經常懷警惕，可能會有一天基金會被迫停止運作。這一天現在來到了。我都相信要一支內閣在上莊的第一日就要宣布辭職，這件事無論是對支持者、對於我們身邊的人，還是對於我們自己，都是一個很難受的決定。所以我們都希望再次向我們支持者道歉，是我們的懦弱令到大家失望了。四个前学生会评议会成员被捕，悼念的成分咧，系加入咗一啲美化咗呢个嘅自杀，即系一个自杀式袭击嘅行为嘅话咧，呢样嘢就唔要得啦吓。夏天俾杯凉水，冬天俾杯暖水，佢哋饮下，一个好卑微嘅一个咁嘅工作，一个人道嘅工作。好可惜，我哋今日连呢个工作都做唔到啦。眼淚真係我哋最大嘅共同語言。係咪少一樣物資或者多一樣物資，會係一個好大嘅問題咧？個無形中就好似黑暗揾到一點光俾佢哋。今年有好多組織都消失了，而他們背後曾經喊著口號、拉著 banner 的中堅分子已經一個又一個被還押監房。現在你涉嫌就違反國安法，顛覆國家政權罪，就落院啦。我哋依家準備拘捕你。好簡單啦，即係拉我國安法啦，就係35+啦。涉案嘅人士係圖謀以一個歹毒嘅計劃去癱瘓特區政府，圖謀通過一個所謂35+以及攬炒10部曲嘅計劃，希望通過佢哋自己協定嘅
所謂初選取得了35或者以上的立法會議席。是荒謬的，為什麼我參加初選這件事情呢是會被指涉為顛覆國家政權呢？的計劃得逞的話，香港社會包括經濟、民生整體上面都會受到極嚴重的衝擊和破壞。謀顛覆國家政權罪案件提訴，法庭仍然處理緊被告的保釋，未有結果。抓住我冇得放，法治已死，法治已死。所以咧，佢哋唔會喺公共領域上面存在噶啦，基本上係等於唔再存在喺呢個社會咁滯啊！嗰啲保釋條件係令到佢哋，究竟呢個政權係怕啲乜嘢啊？怕啲死人？會繼續危害國家安全嘅初選，純粹係市民想表達自己，我中意邊個人嘅自由都冇嘅，咁係咯。而家咪就係表達俾全世界睇，而家香港就係咁噶啦，係啊。有人身處場內，場外嘅就可能選擇離開。咁我哋都要揾我哋自己一啲嘅生活方式，咁我哋都會想向我哋自己理想嘅方向嚟到發展。而家唔走，可能之前之後可能走唔到噶咯。比喻就咁講咯，好似家暴咁樣樣，道門打開咗，你出唔出去啫嘛？你文明社會就一定是投票的啦，有些什麼不對的那就投票解決咯，那投完出來的個政府又不滿意，那不滿意我怎麼辦？我永遠不會夠武力反對他的，那我唯一做到的就是走咯。但如果你真的要我向這些現在已經移民或者移緊民或者打算移民的香港市民講說話呢，我就會話俾佢哋聽，香港嘅前景咧係非常之好。本身宣誓嗰個過程咧，那個要求咧就並非係咁苛刻。至於你話我哋呢、這個今次呢個安排咪一啲新增去針對民主派嘅DQ 安排咧，呢度可以百分百話俾大家聽咧，係冇呢個咁嘅情況。咩啊？都預咗有呢一日嘅，係啦。咁但係可能啲街坊啲反應，可能即係比我即係以為嘅，就更加即係強烈咁。多謝大家。即係嗰種街坊情係好難取捨，即係好難同佢哋道別得到。即係我哋喺地區裏面做幾多嘢都好，佢都係諗緊。你做錯啲乜嘢？依年半話俾我哋知就係計劃趕不上變化啦。違反誓言嘅行為，需依法承擔法律嘅責任。原來根本所有環境因素啊，即係會令你有絕望嘅一刻嘅。遠為咗自己做過嘅嘢去後悔，都唔寧願為咗自己冇做過嘅嘢而遺憾嚇。咁如果我唔想有遺憾咯，我情願後悔咯。贊成2895票，棄權一票，宣讀完畢，通過。咁啊，令到香港嘅選舉制度、政治體制翻去符合香港同埋香港人利益。如果係冇人去報名嘅話咧，亦都意味住咧，到時候係沒有民主黨嘅人咧。是會可以成為代表去參與2021年的立法會選舉。咁所以即係如果有個政治組織話佢完全從今以後唔再參與香港嘅選舉，咁係有啲奇怪嘅。好重要，為港為己投一票。好讚賞喺今次參選嘅每一位嘅候選人啊，佢哋都係符合愛國者治港嘅原則，咁所以香港未來嘅民主嘅進程咧，一定係前途光明嘅。
份报纸、一个节目、一套电影或者一本书，这些我们一直垂手可得，现在他们可以成为禁忌，甚至随时瞬间湮灭。再次感谢各位观众的支持，香港人珍重，有缘再会，拜拜。站在香港人立场说话，帮他们讲他们的心声。今天他们这样来到这里支持我们，是已经是一个 最高兴的一个时刻。这样苹果停刊之后，四个高层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我会确保港台在约章下面的编辑自主，同时间亦都要履行编辑责任。政务官李伯全今年空降港台，整顿多个港台黄牌节目，由铿锵集到以事论事，甚至知识型节目午夜广场无一幸免。他被警察拘捕了，我上来帮他执行。为什么这些电影是可以周街播，没有监管？好像做过一个没有终点的东西，因为你通常拍一套戏，终点就是上画。我认为议题是获得在席委员以过半数赞成，我宣布议案获得通过。拍电影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审查的，我们出发点不是这样，就是哦，原来你现在这么严，那我不拍了，这样。咁呢個唔係我哋做創作嘅態度嚟嘅，係係好簡單。我哋嘅有個先行者叫周冠威。時代革命，多謝台灣，多謝金馬獎。時代革命最後嘅 credits， 我寫住香港人作品。我好希望呢個作品係屬於每一個有良知、有公義、為香港流過眼淚嘅香港人。咪又講過咧，就係只要一息尚存咧，我哋都要抗爭到底。咁就依個，我估相信大家都明白佢嗰個嘅個會務集中喺邊一度噶啦。出版依一類嘅書籍，依一本嘅書籍，唯一一樣嘢，希望挑起個仇恨。呢一年我哋失去嘅，原來仲有好多好多。其實我哋係用一個非常之人道嘅方式咧，去處理嗰啲目標嘅野豬。漁護署而家用撲殺嘅處理方法咧，係唔容許有動物生存嘅空間。其實都係慣性咗，即係話簡單講，改變咗佢一個本身野生嗰個習慣。首先，我哋唔見野豬個習性有咩改變過。一直以嚟，其實野豬喺郊野公園又好，市區出沒又好，其實佢習性喺我哋個角度嚟講，我哋觀察嚟講。都不覺得它有什麼改變過，所以這個捕殺或者人道毀滅的政策，暫時我覺得應該要擱置或者再想清楚。他們不是那些看卡通片的可愛的小肥豬，它是會襲擊人類的。不論是你說社會議題也好，動物議題也好，其實都看不到出路。面对消失的一年，留下的人可以选择接受，亦都可以坚持到最后。问自己，我是不是很留恋这里呢？所以我说那么多呢，是想跟可能有些人呢都是不敢想这些事，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呢。我就想跟你们说，你们不孤单，因为我也不敢想。我们一起呢，我们慢慢去想。歪嘅時代係好嘅作品嘅温床，多謝大家。好。唔知咧，即係我成日都覺得係咪而家啲堅持嘅人係有問題啊？但係我相信嘅係香港市民唔會放棄，因為我相信佢哋咯。個民主運動裏邊，我哋好難捱嘅時刻，我哋一齊去堅持，一齊去面對，一齊去克服。如果佢要我哋個個都坐監嘅，我哋就即係好似阿馬丁路德金講話齋啦，真係。未必爆你個監獄咯，你起個新嘅監獄出嚟。
由以往我哋話現實性，去到依家，係咪我哋自己應該去多啲去警醒？一個願意去講嘢。即係你只要你個，你只要你嗰個心係話你喺每個位置都繼續抗爭嘅話，其實不論你係坐緊係自由喺海外，都係有做可以做嘢嘅位咯。係見到好大嘅絕望，都仍然有盼望，呢個先至係盼望嚇。係好嘅徵兆，但係都仍然有盼望，呢個先至係盼望，係未見到嘅。咁但係呢樣嘢喺我哋嘅信仰裏邊，其實好自然嚇，我哋就係信咯。我就信呢個盼望。